今晚第一场啊，叶枫跟老 K 主力抢15。先来看一下这边啊，八神刚刚好八点啊，真的准时啊。跳抓上必杀吧，啊，有晕值。好了啊，梦开，不是爽总是直接给钱，他说其他的你自己看着来，他也不管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八神跟千鹤、啊、跳 C 抓进角落，千鹤还手就刚 CD 啊，八神有两颗气，这个千鹤就很难了。再刚贴脸瘦身啊，胆子好大，残血。第二段回空了，远一点。再刚继续发波，剑马力是肯定的了。千鹤还第二颗气没攒出来，好像。好了，看一下这边手底的马力，就一颗气。A B 抓，哎，没掏到啊！跳地抓，关角落，老 K 有气关不住啊！第一时间能量闪拉开，啊，前冲被踩头抓，我去，这个升龙吃满。余地昨天跟老 K 8-10啊，余地那场8-10，下面写不下了是不是？看一下这边猪跟玛丽，玛丽气倒是整出来不少，就是个血量啊，一锤子多一点点，能量闪去追空防抓到。看看能不能粘住啊！下盘能量闪，这下要被抓。有啊，这包王这个我之前都联系好了，就是两天都有。好了，1-0。这边这八神这么凶猛啊，佩子，叶枫这还一下就要晕了啊！没气顶不住，还是晕了。对，今晚原计划要打的是叶枫包王、秦红、何俊还有灰灰，但何俊跟灰灰两个人打不了，我就换上了小鸭跟东京。然后抢十五变成了叶枫，原来是要跟灰灰抢十五的。那、啊、灰神最近家里有事儿。这个千鹤啊，不妨哎，跳入成功抓到，先不上被杀，千鹤升龙了，起来起来。拿下，艰难，千鹤剩一口。包王能不能双杀老 K？ 有机会啊，今晚包王最后一个打，对吧？下一场是陶小鸭，然后东京秦红，包王手底。这一局玛丽的气多啊，看一下跳 CD 什么时候能拍到他。哎，第一下就拍到了，倒地正面封回去。哎呀哎呀，我去做了个大买卖，还一套战 C 前一升龙夹，再给一下，差不多了，这波大出赚了，因为他后面还大门呢，这玛丽血用就没了。残血攻防抓到夹不死，选择了玫瑰。
这马力开局得爆气就拼一下，因为就两脚，你看剩一脚了。好了，看一下这局，八神。乱动被推到，一套五连，关角落换这波，哎，抢抓判定给叶枫，那就打晕了。追到角落，站必抓，哎，这下血赚，接个必杀。打大猪得狠一点啊，跳身后抓，原地跳，再抢空先杀。哎，当当两锤啊，这一个八只女的血量就出来了。青龙。看一下这边啊，手底的大门攻防没有抢到，上必杀。成了，穿三，一比二。啊，看一下这局。老 K 这个葵花啊，这个葵花玩的真溜啊，葵花赶路。打大猪也葵花，打这个大门也葵花，就直接愣出一个葵花去推。第二段延迟一点啊，等着骗呢是不是？失误了，还一个。看一下这局大猪打的是残血的八神，一锤子买卖，他想做大买卖啊，上个八只女啥的找机会，这波防住了，再来一波，失误，能量闪抓，死不了啊，剩一点，没有魔道血，小波带走。这局大猪没气啊，看千鹤能不能在他攒出气前，算了，想多了。现在没气了，关一下，能关一会儿，关个破防就带走。破防了。没有气的大门啊，这个地狱难度打千鹤，千鹤要爆气了，不爆气哪有输出？哎呦，差点爆气把自己带走啊！这小气爆的啊，有点南通暴王的意思啊！攒出气了，人也要没了，闪没了。哎，见到玛丽了，就这个血量。想杀，再追一个跳地，那这一个特殊技就没了吧，一个战臂就没了。三 C 摘星手要玩大的，没玩到。二比二啊，还了一个两连胜，就是这两局他八神赢了，得八神者得天下呀。
疯狂的跳 C。看一下，八神跟千鹤，八神有两颗气，千鹤很难关住了。跳入，粘住了，晕了。必杀不用必杀，有晕值。穿三，还了一个穿三，没有鬼步无连。看看叶枫这波能不能顶住啊？哎，晕值没了，算你运气好。现在轮到叶枫残血压制，抢空又被封回去，连续的战必刷，打晕了，残血。两锤，哎呀，大猪这跳地这一脚啊，这蹬这么远啊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哐哐攒气啊，这攒得真快，打了一个正面，大猪要晕了，赶紧刚掉。嘿嘿，就不吃啊，边打边推。啊，看一下大门，刚一下，哎，这个瘦身，二段跑，天地反，还瘦身吗？啊，我操，还瘦身！哎呀，这个头铁的啊，不愧是你，强行送给大门一颗气啊，还有一个千鹤，看一下。Hunter 追脚假招关角落，这个气肯定第一时间就闪了。攻防这波没有气，高点夹一下，强转带走，三比三打平。嗯，前面六局打平，这个比赛我可得打挺长时间啊，现在才八点多一点。晕了，Round two, ready, go. 摇摇乐拉满，再来一个吗？来了。
这几局大猪啊一直打不赢千鹤啊，看看这一局，这局机会大一点，太远没有扑到，想穿一个啊真身过来偷个不正。看一下大猪跟玛丽摇摇乐，哎没摇到啊，有机会再摇一遍，不够成。好了，大猪倒地，看一下这波怎么防。哎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招，再追一个小影跳抓，抓快走，剩一口血。Round five, ready, go. 两脚，重脚，得八神者得天下。啊不，上一局老 K 大猪。弄两个，这晕值还在呀、啊这不没了吗？上酒了，干杯。这怎么回事，又来一杯啊，不尽兴啊，不尽兴。云直在不在怎么判定，懵的。这波输出不少啊。半血大猪，半血大猪要冲一冲，敲到墙角骗 CD， 这还刚 CD， 有没有抡球？抡到了，这一波能抡不少血，主要是自己的气攒满了。骗 CD 还了一个，一人一下。哎，这两下千鹤节奏没了，咣咣的，上来动两下，挨了两下，还没缓过来，直接追过去踹了。这个升龙还挺疼，玩一个三 C 拍一下，拼拳脚了啊！关角落了啊，刚一下看这波攻防摘星手还爆气了啊，想太远不够，关角落了，没锤到，又是战地抓，然后小跳地抓，
Round three. Ready? Go!无妨，没有骗一下。我去，这手速好快呀！杀 C， 他已经骗到了，这球蹭一下就转出来了。刚一下，跳 CD counter， 我去，空中两连锤，剩一口血，见一下玛丽。老哥，这气估计不会用了，要留着了。玛丽这个也不会用了，也得留着了。三气玛丽，三气大门，差不了多少血。暴击。完，大门进角落，看看这一波啊，直接残血，能量闪，特殊技蹦起来了啊，一个蓝之山，关墙角小跳 ，A B 要跑，那这下血差不了多少了，差一脚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一脚。跳了成功，4-5。直接追一个跑抓，不妨掏一下小葵花。哎，这个第三段被掏回来，继续关角落，抢个飞腿再刚，跳抓小跳抓两次。这波八神打的啊，很汹涌两个。就是推，就是推。这能量闪被抓啊！一分的差距。Round four, ready go. 玛丽就是在找一个机会让大猪进角落倒地，然后。就看这一波，就看这一波，全部防住，滑铲也被 A 回去，那这下玛丽就难受了，一锤子买卖。
时间不够了，刚一下封一下起身，时间就到了。哎，好，老 K 八神好像好长时间没赢过了啊。那是八神一输啊，就完犊了。粘住啊，看一下八神这波蹲防被踩到。先来看一下这里的猪跟玛丽，角色就是这样的，玛丽就是需要找机会啊，让大猪倒地，然后压住他。大猪这边的任务就是不要让玛丽进来。闪，倒地。攻防再抓，那就剩一口了，4-7。包王才是吃神，抬柱子。包王今晚这最后一个打，彰显身份。什么压轴的？八王最后一个出场，他压谁的轴？轴呢？那八王就是个轴。不一样，你们在这儿觉得老 K 的大猪烦，那只是因为打不过，对吧？你碰一个菜的大猪，你看你还烦不烦？就那种砍瓜切菜啊，八王那个大猪。你喜欢的不得了啊，一样的，对吧？那八王跟叶枫打的时候，那大猪哐哐做波八只女，都爱死那个大猪了。这是想穿三啊？穿了，穿了，打晕了。乱动右边可以。开完晕，他这八神今天可没少晕啊，疯狂晕。
看一下这波怎么压起身。小影跳身后，瞬间追一个跑招。哎呦，整挺好。红霞，小葵花点不到，大葵花也没了。KO Round Four Ready Go。刚一下，我去，这个距离还真敢瘦身啊，这个真不得了，这一顿拳掌没有气了。头没有卖血抓，想出三 C， 六比七，一分。到八换边吗？尝试五不到八换边吗？掏出来要鬼步连吗？那晕不了。鬼步连赢不了，对喷一晚上了。别，我这看着挺有意思的啊！你看我今天话很少吗？我这看你们聊天了。这句大猪有三颗气，先刚一颗，摇一下球，往前冲。估计这颗气攒不出来了，没了。他是被刚了 CD 之后是真的受伤，不跟你嘻嘻哈哈了。哎，这大门这顿莽啊，七比七。就是毒啊，打晕再走。好，哎，好抓，先贴一下，其实没过去。A B， 直接上八阵营，发个波定一下，然后刚个 CD 带走。
3.8只女人，再带个无敌波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，这老 K 跑过头了。不换边省着我手写比分了。剑神龙，必杀带走。冥王，我觉得这比赛很精彩呀，也不知道你们在喷什么，喷的也挺精彩，各精彩各的啊，都别耽误我啊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再刚，这个鸡骗掉，转球了。哎，这下没转出来啊，吃了波大的，没了。刚进角落，哎，没推出来啊，又被弄出来了。AB 蓝之山好像刚好可以带走，但是没有气啊。玛丽这颗气能不能出来啊？两颗气吗？还是一颗气？啊，最后震一下，震出来了。他是出招了。能量闪蓝下地倒地刚一下高点，这下肯定要被抓，过后反摇臂没破掉，一走还想去追跑抓，两连胜。哎，这个跳臂抢的啊，残血打晕带走。今晚这八神优势挺大打的，反正我就看着老 K 八神哐哐一顿晕。还想来一遍啊，跳身后然后跑抓。跳抓大葵花。今晚两个人这个手底的角色都没有过反三啊，整点素材不给机会，八神都有点猛，反正八神能见到手底角色一般都挺猛。没骗到，哎，这下骗到了，这没了啊，8-9。
哎，这个升龙拉满了，怎么往后退也没退过来。发现没了，攒气吧，能不能攒起来？升个龙，哎，操，他真升龙。我也不知道，以前老 K 跟叶枫打挺好的，最近也不知道是哪来这些人，莫名其妙的。你们了解的挺透彻啊。不要说归不归，大猪打千鹤不就这么打吗？怎么打？让千鹤打大门不也是八百里外刷住词吗？不一样的，这有什么归不归的？那打法就是这样，这么打性价比高。好了，看一下玛丽关墙角，哎，这下秒了，成了。看一下玛丽跟大门，玛丽一口气，哎，这怎么还咕噜起来了？气出来了。小跳地带个玫瑰，现在没气了。身后下盘拖到被杀，剩残血，要打平的节奏啊。我去，打平啊，又打平了。这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，这个驾招属实啊，这没啥必要。这比赛打了五十多分钟了，不快，很焦灼，场面上也焦灼，比分也焦灼。一下啊，没有气。骗到了，带走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K.O. Round four. Ready, go. Goodbye. Round
看一下，哎，这波大猪能不能防住？防住，出个跑抓。哎呀，剩个空血，冰崩，带走。看一下这局啊，半血的玛丽，这远射要挨揍了。吃个蓝之山，还剩一脚。急了，堵了，现在都没有气啊。玛丽这波有机会，点一下。哎，10-9，还是一分，要么平，要么一分，反正我感觉就一两分。啊，逃出来接八字女好像是没有了，剩一点儿。好了，看一下猪跟八神。要晕了大猪啊，成了啊。看一下这局啊，手底的大门跟八神，三 C 大葵花打三 C，这是准备做大买卖啊，要套肠子了是不是？走博太远啊，小葵花不够，直接大跳蓝之山带走。那得看大门打前鹤这边啊。刚一下还瘦身，想要跳没跳出去，假装岩石头骗一下，然后小跳抓没有了。但这比赛还剩个强五，还剩个强五。掏一下，抢赌葵花，要跑抓不够。直接必杀，那就又剩一口。Round two, lady go。今晚八神被拿捏的死死的啊，是吧？啊，大猪没了，八字女带走。KO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今晚一峰这八神挺猛啊，相当的凶。晕了，哎，领先，这个要看运气。又晕了，今晚见最多的就是老配的八神。被打晕，
黄池摇摇乐的时代来了。大猪就一口气啊，这个气用掉了，哎，那这样的话大猪就难了。千鹤开始不让动了啊，疯狂的压制来了。大猪堵不中拳脚就基本没了，很快就破防呀。好好好，你就当我没说。看一下大门跟千鹤，大门有颗痣，太近了距离，这不躲二段肯定吃战毙了。三七玛丽跟大门冲一下反向的夹，又得闪了，我老 K 这个啊，没闪出去。哎，这个抓举手了。三 C 拍一下啊，离远一点怕升龙啊，彩头蓝之山11-11。哎呀哎呀呀，我去，八神赢了啊，过年。还是瘦身啊，起身 AB， 千鹤要晕了，哎，晕了。两个跑飞 KO。 Round three, ready, go。 A B 没跑了，进角落，原地跳蹦回去，阿波距离往前蹦容易吃大升龙。再升龙想杀，哎，起身就往前蹦，12-11。哎哎哎，这干啥呢？这是葵花，谁打不着谁是不是？哐哐一顿葵花。下地，好久没见他下地了。哦，我媳妇儿不做饭吗？她吃的饭都是我做的。Round two, ready, go。 这八神这一猛起来啊，这干什么？千鹤又要晕了，战皮抓打晕了。一颗气的玛丽能量闪抓一下，关角落延迟抓，就是等你瘦身。这八神要没呀，哎，强转，因为背身蹲姿
想一跳踢的。这蛮力这波不错啊，看一下怎么来打大猪，蹲在这儿，哎，憋了个滑铲，这是失误了吗？哎我去，吃饱了吃饱了啊，他吃饱了我还饿着呢，真咬咬乐吃的啊。打晕了，大猪被玛丽打晕了。哼，我也去，够狠啊！蓝之山呢？一脚，还有一脚，那没了。好了好了，今晚两个人谁也没有反三，好难。谁说反三就好难？是吧？但是老 K 这边八神连赢好几局了啊，都见到玛丽。这一局。抓到你啥干啥？感谢白嫖老子。Round three, lady go. 哎，跳绳后给套起来了啊！哎，我去，这千鹤被砸一下，这当一声啊，脑袋显得很空。关墙角，小跳地，哎，原地跳。摇摇乐一吃起来，是不是停不下来？先来看一下猪跟玛丽。三点，不，就是老 K 这几局这个八神啊，这八神支棱起来了，对吧？要么八神就赢，要输了也像上局那样打的没有多少血了，叶枫八神的优势没了。看看这局，下盘关角落，有资源和血量啊，双重优势啊，这局八神应该又拿下了。小葵花包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大猪。老 K 现在是四个赛点，八神压到角落，战壁抓小跳，又开始吃羊羊肉。我去，这下跑得好快 ！AB 抓到了，这下。哎呀呀呀，不让落地是不是？死在空中了。
坐飞机了。气倒是咱们，这会儿不用光了吗？看他还瘦不瘦身，刚还瘦身，哎呦我去，这千鹤头是真的铁啊，想跳地天地反，按个阵带走，满血对满血，三气满力，两气大门，哎呦我去，追一个，然后延迟玫瑰，大门直接见底了啊，堵就完了啊，12-14，不是你这升龙一旦多堵几个，对面又全中了，他下次跳的时候就会有想法，然后就不跳了，这个东西其实挺重要的，心理作用。看一下这局啊，阿神掏到五连，完晕了，拿下。老 K 八神赢了啊！看一下这边八神打千鹤，身后战臂抓，然后乱动打到，还想延迟抓。不好说，看一下这边这千鹤，完 AB 破阵带走了，哎，剩一丝血，不好说，看一下这边大猪，这血量啊拉平了，又偏一颗气，再来个升龙，千鹤现在优势了，一脚，哎呦我去，血砖三脚，下笔抓没有，骗个 CD。能量闪失误了啊，闪后面去了。三 C， 哎呀我去，手法不错呀。两气的门，不，一气的门，两气的玛丽，玛丽还得爆气，不爆气的话很难赢，爆气了。哎，这回报率好高，三 C 给架到了，这可以小影跳打强转，果然。有没有 S 局？看这八神能不能赢。他居然没有，哎哎，这是什么招？怎么出个升龙啊？把自己带走了。不，那个百合折之后，战 C 抓加远 C，晕值也不够，有气。整挺好啊。他上一局那个摘星手出来，我就觉得啊，手法不错。这局又秀了一下，看看这一局的千鹤跟大猪啊，上一局千鹤打大猪打得很好，立功，
这局大猪的拳脚和摇摇乐骗到了，彩头摇摇乐两个，吃三个，哎，对，一般吃三个，一个疗程，一个疗程就得吃仨。这吃仨之后，这千鹤也差不多了，只能偷不认了，哎，没偷到。看一下啊，大猪跟玛丽闪下盘，哎，收球了啊 ，AB 抓成功，大猪要没，没了。三气大门跟两颗气的玛丽啊，开搞。这老 K 不敢出战地了，一会儿啊，是吧？跳就升赌升楼，这战地三 C 就架招。玛丽血量优势一点点，身后。残血，追一下，老 K 大门要冲一波了，最后一波，追到，结束。15-13啊，很精彩。